Kansas, and we're very pleasant today. However, we are looking for a new front to begin to drift south and eastward.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parts of Kansas will very probably be cloudy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western Kansas will begin to get increasing cloudiness by tomorrow afternoon. Today, however, very, very pleasant reading. 73 up in the Goodland area, 72 at Garden City, 70 reported by Dodge City and Liberal, 72.22 over by the good folks of Durham.大家好，这一集视频的内容大概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我驾车300公里从中山出发到阳西县龙高山露营过夜的经过，其次是第二天在地图上随机找的野生海滩，独自享受了一个美好的下午，最后一段是我在海边遇到了来潜水捞螺的陈哥，晚上被热情的陈哥约到他家吃饭聊天，不仅吃到了当地地道的美食，也了解到这个粤西沿海的渔村舒村竟然是广东省第二大的村。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村子绝大多数都是福建籍，所以都讲闽南话，而且90%以上都姓陈。早上起来以后感觉天气没有好转的迹象，所以喝完咖啡收拾了一下东西就开始下山了。下山的时候还下了瓢泼大雨，加上路况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抵达山下的入口。之后在地图上随机找了个野生的海滩，到了以后有点喜出望外，因为这里要比我预想的漂亮，海水清澈，沙滩的环境干净也很舒服，重点是这里非常的安静，只有我一个人。喜欢清静露营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位置在伏虎岭的西侧，叫伏虎岗，路的尽头有个扶桑庙，导航搜伏虎岗，沿着小路走到头就可以到这里了。对面是月亮湾，是一个度假区，我车子停在上面，车子下不来，但我还没有决定好今天要不要在这里露营，还是在这里玩一下啊，一会儿下午就往回走了。天幕搭好了，桌子支上了，我怎么感觉这里要比昨天山上还要舒服，就是有点热，昨天是冷，今天是热，来给大家看一下吧。哇，好舒服呀，坐够了你就可以冲出去。哇，好舒服这水。现在已经6点了，我刚才刚到这儿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附近的村民陈哥，他爱好捞螺，然后聊了一会儿，最后告诉我晚上去他家吃个便饭。刚刚跟陈哥通了个电话，他也刚到家，让我现在就过去，然后现在就出发去陈哥家吃一个地道的阳西人的晚饭。现在刚到陈哥家，就是他们家二层小楼，然后他旁边都是他哥，这也是他哥，这是他哥，住得好近。菜已经做好了，这就是陈哥，请坐，请坐。哎，好，坐吧，坐这，坐哪儿都可以吧？这里，这里。哎，坐这个位置，坐边上就可以。坐，对。没有你捞的螺吗？有啊，在里面，在里面啊，就是又来呀，一桌子菜，有鸡蛋、鸭头、小鱼，这个是什么土豆丝炒肉吧，应该是，这个好像是鸡，多大一点？这是你今天捞的吗？啊，对，这个是什么？是青口，青口，来上桌，能看一眼吗？青口，哎。哦，这么多哪里是这么多，上百斤。哇，
就是清蒸。这还有这个。啊，这还有。上百斤开始。都是就今天捞的，他也下水。啊，你们两个一起进的。啊，对，我去找他，他也下水。这是就是清蒸。对。然后怎么吃？就是点酱油。点酱油，你也可以点点醋，也点那个。啊，这个是醋。一般点这个蒜蓉就行了。啊，蒜蓉。没什么菜啊。没家庭便饭啊，这个牛肉太丰盛了。这炒鸡蛋，这个是鸭。对，这个是人家去专业打回来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鱼。是什么？那个小什么？是苏北话怎么说？是海鱼吗？还是对，海鱼。海鱼。这个是鸡。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鸭啊，也是鸭。对，两个人去买嘛。来，吃一吃这个栗子，好。哎，好好。这个栗子叫什么名字啊？白糖昂，白糖昂，对，白糖昂，这个你是这个这，啊，白糖昂，我看最近是季节是吧？荔枝的季节，我看大街上全部都是收荔枝的。建哥，陈哥今天下午刚来的上货，还没有一个小时吧？俩小时？没，一个小时，刚洗干净，哎，真哇，刚刚的这个。快尝尝，先尝尝。哎，好，谢谢。那这个都不能吃了哈，是，这个有。对，这你告诉我怎么吃。这个袋子，这个就不会吃了哈。除了这个都能吃。都能吃。哎，好。我辣椒准备。这个。哎呦，好烫。来杯凉面吧。你敢蘸一点酸辣酱、蒜蓉酱。哇，好筋道啊，是吧？好吃吧？好鲜啊，好筋道。嗯，看，来碰一下。好，很高兴认识你。大家认识。你们讲什么？闽南话。我们这里叫做海话跟闽南话。我们的祖先是福建莆田的。哦，那跟湛江那边是差不多，就是有点偏，啊，不是，就是吃饭他们，啊，他都差不多，他就是有点走偏，啊O A 啊啊啊啊，就是这个，就是发音差一点，差一点的，啊啊啊啊，都是啊，啊，原来讲闽南，我还以为是讲粤语吧，嗯，对，讲粤语，喝点冬瓜汤，哎，好，妈妈吃完，我刚刚吃完过来。啊，您刚吃完是吧？这个是牛肉炒地鼠啊，炒地鼠，不是那种味道的，很脆的，你试一下。哦，他们说这不是土豆，也不是地瓜，说地鼠是吧？地鼠对，什么扒皮的？对，扒皮。对对，有一层皮的，有一层皮是被扒的。对，你要扒开那层皮就切丝。哦，很甜的，很甜的。我好像没见过，试一下，我先试一下。我啊，你看酒气冲冲的这个，是吧？嗯，脆脆的啊。有点像萝卜，这个最环保的。哎，萝卜没有那个甜度。这个没有农药，就口感像萝卜，但是农药。哇，这个抓住啊！有机的，纯天然的。哎，好吃，这特别好吃。我们小时候是除了8月15那天，我们种下去不用打理，不用喷农药，什么不用。自己就长。它那个叶子像，像那后边就是比红薯高点，像花生那个叶子那么高点哈。那这特别好吃，这菜拜神的，自己拜神的，就是等于自己加那个母鸡生的蛋，萝卜干自己晒的，晒的那时候就没钱，最好的菜就是这个菜。我们这里拜什么神？那我们就是拜祖先嘛，就是等于就是他祭祖，他比如说沿海的地方都是信奉妈祖。啊，妈祖，不是我们这里很多神明的，特别是闽南人妈祖信的，对，因为赶海嘛，那些村都有，每条村都有，每条村都有那个神，那个庙。四川很大，四川的常住人口有3万多人，哦，那就是本地人口是本地户口是1万多人，哦。那作为一个村子来讲，人很多了。四川有广东应该是这条村最大。没有，第二大，还有一条汕尾的啊。作为一个村子，这是第二大，第二大，广东省第二大的村，最熟悉的广东菜，萝卜干炒鸡蛋。你试一下，这个也是我们的特色，也很特别味道。白彻鸭，这是什么？白彻鸭，
就像白切鸡的道理，白切鸭，白切鸭，白切鸭。啊，这里每一年都点这个，点这个，点点醋，点点醋，点点醋，再点点这个，再点点。每一年五月，对，试一下的味道，又酸又那个味道。端午节呢，这里搞的，对吧？又好，这个味道，那好吃啊，这个味道这个不错啊。啊，今天非常的高兴能认识当地人，然后吃上他们的当地的饭菜，然后还了解到原来这里是全都是福建人的后裔，这个村子啊，然后90%以上全是姓陈的，然后他们还告诉我马上就端午节了嘛，端午节这边有比较盛大的活动，说每年都非常的热闹，然后有机会的话让我也来参加。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